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这水怎么变颜色了？小心，快走！严丹，绿洲是巨蛇所化。我天，这蛇怎么有九条尾巴？难道是典籍上所说的，这是魔族神兽九尾蛇？小心，这蛇也能重生。典籍上说过，九条尾巴当中有一条是命门异尾，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，那条尾巴不会重生的。彼此相互，肯定有一条是异尾。不要轻举妄动，若砍错了蛇尾，导致重生会更加危险。这样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仔细观察。小心啊，你们！我可以帮你疗伤的。蛇毒剧烈，唯有去除方可疗愈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心，有幻术！